简子琪对上邱庆麟，现在来看是81公斤量级的败部啊。另外一边的这个选手啊，看是谁可以出现。邱庆麟是刚刚啊，刚刚准决赛输掉，所以交换到这边来。好，所以这场赢了啊！直接一蹦哦，直接一蹦，那因为翻了一圈半，翻了一圈半，他认为没有落地，但是那个这个主审非常清楚说，其实是一圈那半圈是他自己偷翻的啊，所以没有问题啊。这个实在这动作实在太快太漂亮了，哦，跟着走就四两拨千斤，真的是跟着走跟着送啊，所以我们。邱庆麟呢，这个动作内腿跟着送，我觉得应该要，其实这动作应该要叫，这个动作是有没问题哈。你虽然翻了一圈半，一圈半当然不是一蹦，可是主审认定那半圈其实是你自己偷翻的哦，所以这个一蹦没问题。我们看一个蓝方做一个内腿落地之后，他自己才偷翻那半圈，好，所以没问题。再看一次哦，内腿落地了。他自己翻了半圈，所以没有问题。